我有跟你讲啊，我以为他只是你要跟我讲什么，没有在跟我，所以这也是未来展区，只是全联霸占的未来展区，这样吗？啊，怎么大家都还在走？早知道我就过了。我想说阿妈走不过啊。对啊，怎么大家一直走？看不懂红绿灯啊！大家以为自己封路了是不是？谢谢阿咪。